喂，你好。哎，咱家是麦龙吗？哎，哎，你好，大哥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鬼头，我现在的位置是吉林省扶余市，现在这个小区呢是鹏泰阳光北岸，它呢距离火车站呢也就是几百米啊。看这个小区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接下来啊，咱们看看这个新落成的小区啊，这都属于高层啊。一会儿呢，咱们看看能不能遇见老百姓，现场问一下，然后呢，咱们再打电话咨询一下到底是多少钱一平呢？有一会儿啊，看看问问他们，今天有点冷，他穿的有点多，我穿的有点少。打扑克呢？我先问一下，咱这个地方叫什么名？阳光北岸。阳光北岸，这楼都多少钱一平啊？大概3000来块钱啊？这它不是高层，都带电梯的吗？你们玩吧，大娘。哎呀，看见一个，给我一个。好了，一会儿。打电话问一下，建的可以说是设施非常不错了，而且呢还全是高层，绿化也非常不错，也很好。回到车里打个电话，我接下来用免提，用我哈尔滨的号打，看看呢这块一平方到底多少钱。我刚才发现呢，这个窗户上贴卖房的，就是售楼的倒是不少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咱家是卖楼吗？对。咱家那个，我刚才看了，我看好几个电话。咱家这个是这什么小区的？这个小区叫这个阳光北岸。阳光北岸，几楼来的？咱家7楼，但是这是小楼。小楼，这带电梯吗？50多平的。带电梯吗？带电梯。啊，七楼，50几平啊？56.25。五十几？56.25。啊，56.25平，这是使用面积呗？小平的楼。啊，那咱家那个卖多少钱呢？卖15万。15万，合多少钱一平了？合不到2600。不到2600啊？对。那个过户呢？咱家管不管呢？啊？过户管不管呢？过户不管。那过户都得一直过，我们这房楼都没过户呢。啊，这是一些新小区呗，啊，过户不管，能便宜点了，大姐。便宜不上，要便宜早都卖了。啊，基本上。那都没多要也一要也没要黄，不到2600一平，那你说要黄了吗？是，那倒是，那倒是，嗯，行，谢谢你啊，哎、我再看看别的家，哎、好啊，哎，好了，听见了吗？不到2600，这还是属于高层，还有电梯呀、啊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咱们再打一个，看看到哪那个平均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啊？吉林省扶余市。喂，哎，你好，大哥，咱家那个阳光北岸有楼卖是不是？啊，我咱那是几楼来的？5楼。5楼多少平啊？115.8。115.8，是你说是使用面积吗？我不知道使用面积是。你就是屋里是多些吧？屋里得100平吧。啊、嗯，还有公摊嘛？公摊面积啥的，那么面积，小米面积嘛。啊，100多硬一点。就使用面积也就是100平左右呗，5楼。对。你打算卖多少钱呢，哥们？贷款全款。啊，全款呢？全款3200，不交。贷款3350，也不交。1平3200呗。对。嗯。那过户呢？走手续。我说过户你不管呗，还是就是谁买谁自己过呗？你不交入住费吗？我给你出售后手续。嗯。对，完你该交入住费，交入住费该交。啊，就是你现在还没办手续呢，是不是？对。嗯。我办手续得更名吗？落我名以后不也多花钱吗？啊。行，大哥，那我研究研究。嗯，我再看看别人家。好了。嗯，好了。哎，好了，哥们儿。大概都是在2600-3000左右吧，目前呢就是这个价格，这都是高层。好了，咱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感觉我拍摄的真实，请给我点关注。下期再见。